大家好，我叫孟天楚，我从意大利亚来的。你当真要让令爱嫁给这个画外蛮夷吗？我让你喜欢。我们全家都欠孟家一条人命，一条人命。这是我的休书。我接受这份休书之后，对我和段师爷都公平了。什么叫缘分呢？缘分就是你跟段师爷成亲那天。 若你不揭开盖头，跑出洞房，我就不会看见你；我不看见你呢，我就不会喜欢你。这就叫缘分。我是私人刑名社唯一的私人刑名师爷，杨公子遇害，我也有责任替他伸冤嘛。现在是官府办案，请你自重。取缔你的私立刑名社，取消你自封师爷的名号。我看错你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面清楚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，直接告诉我，从此以后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。你真的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吗？海盗，也许这里不适合你，连你也要赶我走。 待查刑名事业，署理镇海县告诉，你还以为你真是个师爷了？我忍了你很久了。你要知道，只要是事关百姓活命的本钱，都不是小事。你嘴里说退婚，其实你是心虚。其实你早就已经爱上我了，只是你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相信罢了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你迟早会爱上我的。 邓平，你别这样。你叫我什么？慢！站住！ 喜欢一个人，不就是应该让他感到幸福，让他快乐，别给他带来困扰。孟天楚，你说的对。喜欢一个姑娘，就该让她快乐。既然选择了放下，那就把一切都放下。